来这边哈、哦，这边刚刚应该是四 M， 好四 M， 所以我们把三零零一加上四 M， 我们是三零五，所以这边改成四 M， 刚刚说四一是四 M， 好，那我刚刚连算这个一加上一竟然是三零五，哦，这个不巧是，不巧呢，我这个二进位要重新洗，好，所以这边是四 M， 所以三零零一加四 M， 然后变成三零五。我们把 R 当换三零五，然后再来我们把 R 零清除这两点 ，R 一清除这两点 ，R 二清除这两点，我们就把这些改，然后再来把 R 四清除一点，然后再来把 R 四加三，所以 R 四这时候变成三，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到了这一步以后呢，就是我们做完 R 零到 R 四的工作，然后开始我们就要组一个一个的组。那这一个，在读这个整数之前，我们要先判别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所有的整数都读完？啊，那这里面 R 是放的，就是说我还有多少的整数完成？还没有整数，所以我先看看 R 是不是等于零，只要是等于零，那我就跳到三零零七，加上这一个 C， 啊。三零零七加上 A 啊，加上 B 啊，一零一是 B， 所以三零零七加上 B， 所以就跳到三点一二，就跳到这。好，那这里呢会有一个指令是填词的指令，那这个我们以后再学。下一章再介绍那个什么指令。啊，那这个指令三零一二就是放填词。好，那我们这边没有秀出来。好，所以这边假如是 R 是等于零，它就会跳。那 R 是不是零？那我们现在是三，对不对？所以它不是零。那不是零的话，我们就执行下一个。好，那下一个指令呢，就是 LDR， 就是零一零是 LDR， 然后就把 R 三里面的内容抓出来，跟零相加，当做位置。那 R 三里面是不是三零五？所以跟零相加还是三零五，然后把三零五零里面的资料抓出来，放在哪里？放到 R 六，所以我刚刚就用 R 五，事实上我程序是用 R 六。所以我们就把三零五零的资料读到 R 六里面。那 R 六是，我现在假设说三零五零放的是这一个。好，那你把这个数读到 R6 里面去，那 A 跟 Z 跟 P 就会根据这个数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是零，去修改 Z、A、Z、P 那三个值，对不对？那因为它现在是负的，第一个变的是一的，所以呢 N、Z、P 这三个 N、Z、P， 好，这里就会是一，这里就是零，这里就是 OK 吗？当我把这个资料移到 R6 以后，这三个肯定就是自动会改变，啊，就变成这样。那变成这样了以后呢，这一个，我就去测试说现在我要测试的是 P 这个扣，看看 P 是不是等于一。啊，假如 P 是等于一，那我就跳。那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P 不等于一。对不对 ？P 是等于零，那所以它就没有跳，啊，那没有跳呢，就到下一个指令，下一个指令来检查它 ，N 是不是等于零？是不是 ？N 是不是等于一？第一个必然是检查 N， 对不对？好，看看 N 是不是等于一，完结果 ，N 是等于一，对不对？好，那只要 N 是等于一的话，好 ，N 是等于一，跳去哪里？跳去三零零 A。加上四，三零零 A 加上四就是三零零 A， 加上四 A 是十，加上四就是十，十四就是一，对不对？所以它跳到三零零一，好，三零零一这里。那三零零一这里呢，它就会干嘛？它就会把 R 二加一，对吧？这里是把 R 二加一放到 R 二，所以我们这时候 R 二呢？
以前 R2 都是零 ，R1 也是零 ，R2 是零，然后到现在呢 ，R2 就加一，对，好，那你执行完这个三年的一以后，再执行下一个，下一个就是把 R3 加一，啊，所以我们的 R3 呢就变成三点一。好，然后再做下一个，把 R4 加一，哎 ，R4 减一，这边各位，这个是一一一，这是负一，对不对？就相当于 R4 加上负一，也就 R4 减一。好，他说我们的 R4 就变成二了，那这时候我要再去跳回去，再去读下一个，下一个组数，也就是读3.51的组。对不对？好，那时候我就将它跳回去。好，那这个跳回去，我要跳到哪里？跳到这里，3.51这个地方。好，就我准备读下一个。好，那我怎么样跳到3.06？我就把这一个强迫它跳，的强迫跳，跳到哪里？跳到3.12，加上后面这个数。好，那这个3.12加上后面这个数，后面这个数是多少？是负多少？是不是0.01？然后0.11，就负多少？啊，11.6，对，你把这一个把它变成 two's company， 所以0.11，对不对？那意义是什么？意义是 A B C 这个 C， 哎，好，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负十二，所以你就要把3.12，你把3.12减掉 C， 啊，那二呢？你要借位，就借16过来就18，18.7，C 是12，18.7是不是6？啊，所以这边就得到6。那下一个就跳到3.0。好，那3.0就是，就要跳到这边。好，那跳到这边来，他又要去检查。啊，因为检查说，哎 ，Z 是不是等于1？那我们这个 Z， 这个 NZP 这一个呢，会被谁更改？会被最后这个指令更改。最后这个指令是把4.1放到 R4， 把 R4 加负一放到 R4。所以，假如我这个做出来结果是等于零，那么这个 Z 呢就会被设定，对不对？假如做出来是小于零，那这边就会设定。假如它结果是大于零，这个就没错。好，那因为我现在 R 是2了，所以我做出来结果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这样，这边 Z P 就变成0.7，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我回到 R 六，再去做检查，我看 Z 是不是等于，这个 Z 是不是等于，反正 Z 不等于1啊 ，Z 不等于1我就不跳。就是指令下一个指令，下一个指令就是把 R3 里面的内容跟零相加，当做位置。那 R3 这时候就是变成3.0，好，跟零加起来还是3.0，然后就把它抓出来放到 R6。那3.51这时候是全部都是零，啊，我假设，这是我假设，里面放的全部都是零，好，所以。我 R6 里面这时候就全部都是零，但是全部都是零以外，它会把 NZP 重设，所以这时候呢 NZP 就变成1.1，哎，0.1，对，好，所以去检查，看现在的自己是不是零。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检查，哎，先检查 P 是等于一，如果不是，就到下一个指令，对不对？
检查 n 是不是等于一，也不是，就不到这。所以 p 不是等于一 ，n 也不是等于一，那是一的，对不对？老师说，那到这里呢，就什么？把 r 一加一放到 r 一，所以就说 r 一。好，那变成一以后，我们就要让它再读下一个子链嘛，对不对？那准备读下一个什么下一个数嘛？好，所以做完了，我们就要强迫它跳。啊，这里一一的强迫它跳，跳去哪里？跳去300C加三，对不对？因为 PC 这时候变成300C 加后面的三，那 C 加三等于多少 ？C 是十二，加三。这边十五，对不对？啊，所以就跳到三十。那跳到这里来干嘛？把三加一，什么？把三 R 三加一放到 R 三，所以 R 三就这时候就变成3052。行，好，做完了以后再做下次下面这个，要把 R 四减一。你是 R 四加负一方 R 四，那是不是 R 四呢？就变成一。啊，好，但是 当 R 四被这个减一放进 R 四以后，它又会去设 NCP。事实上，每一步都会去设，这里它也会去设 NCP， 只是这时候设的 NCP 我不要理它，我没有兴趣啊，对不对？他、啊、这一个他也会去设 NCP， 那我们对这个有兴趣，我们只对 R 四它里面变成有没有兴趣。那他这里说你这边是 R 三加一，它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我们没兴趣啊，因为我们不是要检查 R 三，我们要检查的是 R 四，好吧？所以他这个只要去修改任意的指令，他都会去可以，他都会去重设 NCP， 只是你设的那 NCP 你有没有兴趣的？来，好，那我们只对 R 四有兴趣，所以我们当然这边最后这一个指令是要去修改 R 四，你不能把这两个对调，把这两个对调，这程式直接出来就崩了。好，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两个指令一对调，你变成在检查 R 三是不是等于，而不是在检查 R 四。好，好，所以我现在 R 四把它减一，它就变成一了，那这时候它就会设。这一个 NZP， 它就会重新设，变成零，对不对？因为 R 四是一啊，一是大于零，所以是零。好，那我们这时候再回去，再强迫它跳，跳回去哪里？跳回去300。好，所以到300。这时候再检查 ，Z 有没有等于一，对不对？你就检查 R 四有没有等于零，意思是这样。好，这时候我发觉它又不是等于一啊，对不对？所以又到下一个指令，那就是把 R 三的内容抓出来跟零相加去抓。那 R 三这时候变成3052，3052加零还是3052，然后把3052的值抓出来放到 R 六里面去。那 R 3052的值，它就是五啊。第一个是，所以放在 R 六里放进去，我们对这个值是多少没有兴趣，我们只对这个值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还是等于零有兴趣，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知道说这 R 六里面放的值是多少，我们只对这个 condition code 有兴趣，因为它大一点、小一点、等于零会反映出来这三个 condition code 上面，来。所以，当我把那个3052的值放进去 R 六，那因为这个值是负的，啊，所以这三个肯定是扣的，马上就会变成一点五，因为它是负的，所以一点五。啊，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这个就做完了，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检查 NCP 那三个 P， 检查 P， 看它是不是大，是不是等于一。好 ，P 没有等于一，就是指下一个指标。检查 N 是不是等于一？哦 ，N 是等于一，对。那 N 是等于一，所以我们就跳去哪里？
3.0 A 加四，好，所以就跳到3.0。那3.0 A 就执行，把 R2 加一放到 R2， 也就是说 R2 就再加一，那原来它是一，这里就加一。好，那这个执行完了以后，就只是加一 ，R3 再加一，也就是说 R3 就变成3.53。然后再来把 R4 加负一放到 R4， 那 R4 现在就是一啊，再加负一，对，那变成零以后呢，按运会计设对可信性扣。啊，那这时候就变成零一，对，因为它等于零。好，零一零完了以后，下一个指令是强迫上跳。那个执行这个指令，部分去重设可信性扣，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指令部分去更改这三个点，这个会。所以我们等一下跳回去，这个又跳回去啊，这3.0这时候我们检查了这个 C 等于等是不是等于一，检查的是刚刚 R 是做 R 是零，哦，而不是检查 B 啊，这是零。好，所以我们跳到这边3.0，啊，看看 C 就等于一，哦，四，这是零，为什么这个 R 是？好，所以呢就跳了，满足就跳，跳到哪里去？跳到3.07，加上这一，对不对？那我们说3.07，七加上这一个是 C 嘛？啊 ，A B C， 啊，这个啊不，这个是 B， 就是八加上二加上 B， 这是11，这是 B， 所以3.07加上 B 等于多少？11加七。对不对？18，那这就是3.12。好，这就跳了三，可以结束。这样可以吗？好，那你看你结束了以后，啊，两里面是多少？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正数都没有，对不对？怎么连个正数呢？那 R 一里面放的是 ，R 一放的是什么？是连个个数。这里面连个个数的一个。对啊，零到 R 二放的是负的个数，哎，这里面有两个数，好，它是 R 二，他说我们就达到我们这个题目的目的了。我们题目就是说你要把正的个数放在 R 二，负的零的个数放在 R 一，负的个数放在 R 二，就不错。啊，那这个程式你们说，哎呦，才做三个数而已。我可以做1000个数，对不对？那检查1000个数里面，正的有几个，零有几个，负的有几个？好，那很简单啊，只要把这里面的东西稍微改一下，对不对？啊，或者有人你说，哎，我要检查10个整数，啊，那有几个是正的，几个是零，几个是负，那你只要把这里改，就原来 R 四放的是三，对不对？就说你把 R 四放成十，好，然后3.50这里，你就十个就再多放7个在这个后面，它就可以检查10个，这 OK 吗？好，所以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是要先思考一下，要怎么做。好，那你只要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其实呢，以后呢。那个写程式的格式都不错。好，那这一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你要先规划。然后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程式。好，你看在这边是不是几分久就坐下？这个指令做完坐下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做完下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做完下一个指令，对不对？这我们叫几分久。啊，依序的这个做时间，然后另外有一种叫什么？叫做这一个以细节，啊，
就做决定。假如到 IM 要做什么，那假如不到 IM 要做什么，就在这边，你看，假如是到 IM， 那我们就跳；假如没有到 IM， 我们就要做，对吧？就在这边，哎，我们就要下决定，就二选一，我要做二选一的动作。好，所以这个是做二选一，这个是做二选一的动作。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 loop， 就是 loop， 回圈，回圈，这回圈在哪里？对不对？你看我们在这边做完了以后，我们绕回去三点两边，再去做，最后这边再绕回去做三点两边，啊，那这就回圈。那回圈呢？什么时候结束？这边，那回圈结束。那每一次他做到后来又跑到3006，那我等到这个条件满足，我自然就会从回圈跳出去。好，我假如没有这个条件没有满足，我就在回圈这边去跑过来。所以写程式基本上就是三种步骤，一个就是习惯句，这个整天做完做下一个步骤，一需二做。第二个就是二选一，好，二选一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回圈。不管是低阶语言还是高阶语言，事实上写程式都是三种。好，所以你要让他一直回圈去做，还是要下决定二选一这样做，还是要按照这个去做？那当然你会觉得说，老师你做不对哦，然后做事情还要只有二选一，万一我要十选一怎么办？那十选一你就拆成很多的二选一，对不对？啊，比如说你说，哎，我要做一个。比如说我要读一个 x 进来，然后我要判别说，哎，假如这个 x 等于零的话，我要做什么事？假如这个 x 等于一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事？假如 x 等于二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事？然后知道，假如 x 等于九，我要做什么事？这是实写，就看这个 x 的值是什么，那我设了决定我做什么事。那这个实写一呢，你可以把它变成二选一，很多二选一串，啊，为什么？你就把这一个方舟把它变成这样，那个使劲来，然后先看看是不是零，是零的话就做零，对不对？那只要不是零，我就做下一个方舟，再判别它是不是一，是一的话就做这个，不是一的话，它再做下一个，判别它是不是二。是二的话做这一个，不是二的话再往下做，再判别它是不是三。那所以说你看，你原来是十减一啊，现在又过来有十条，对不对？可以做人，可以走人。我现在是每一次都做了。到这边看看是是零就走，不是零做这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判别它是一还是不是一，对不对？所以假如我走了这一条路，是不是就可以是一？你假如你这个一直是零，你走这一条还是不会走这一条，对不对？好，那所以你看，假如一直是零是走这一条，假如一直是一是走这一条，那假如一直是二，它就会走这一条。所以就是，你就很多个二选一的把它串起来，它就会走这一条。所以一样，一百选一就是一百。所以任何一个程式的结构只有这三。好，包括你下学期你要做明确的一两件事情，所以要么你就按照直接就按照申请做。好，那在很多情况之下，通常都是按照申请做，所以像我们刚刚这个，所以刚开始这里都是按照申请做。啊，这个做完做这个，这个做完做这个，这个做完做这个。啊，因为我没有要节俭变成什么，对不对？啊，都是。下指令叫他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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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后才说，哎，假如是等于零要干嘛？假如不等于零要干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变成二选一，是吧？那到这到下面来，哎，又变成这个做完做这一个，所以这边又变成几分选，哎，一直到这边好，又变成假如是正的做另外一件事，那假如不是正的，小。做另外一件事，
啊，这些都是负的。这里呢 ，A 是判别，假如是负的，做什么？只要不是负的，这样子，直接收了钱。来，拿到这边钱，我就这个做完，再做下一个，又是几分钱？一直到这边，你就强迫他跳，啊，强迫他跳。那换句话说，只要这个条件满足，那你就就要跳。只是这一个的话，就是他一定满足，所以这边还是二减一。啊，只是说是第二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而已。啊，啊，强迫他跳，然后掉下来又是几分钱，到这边又是强迫他跳。就只要这个条件满足，那就做这个，就做做这个事。没有满足才做这个，只是说他不会不满足，他一定满足。对，所以都是二减一。好，拿到这边，到这边又是几块钱，到这边，到这边又是一样。假如条件满足，回去三点零六。对，只是说这个条件一定满足，不满足往下做，满足跳回三点零六，实他一定满足。所以都是二减一。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以后，等一下我们回去看那个投资电视，它就是。城市的结构就是三种，几块一九，然后二减一的条件，那还是做回签。好，那回签那时候你才可以写，那有时候我们在这录回签，那不一样。好，这是第一个例。来第二个例，不行，我们要发这个，我们要发这个。好。来，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第一个，小的滑一。有一个里面有一米的那个 R2 有一米的弯，前面写一个引双撇，把 x 跟 y 加起来它等于什么？好，那所以这个你用加，然后用 r a i s e 什么，对不对？所以就把它加起来。那只是你 R1 跟 R2 谁放在前面，谁放在后面，没关系。换句话说，这边你可以 R1， 那这边是 R2， 或者这边是 R2， 这边是 R1， 都没关系。但是这个前面这个 R3 零一一你就不能输，把它输掉放。好，这边这个零一一一定要预留在这里，啊，预留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答案，你看这个，好，好。再第二个，假如 R3 是 x， 里面放 x， 请写一个指令，把 x 点 b 放在 R3， 所以就是 R3 加负一。放回去 R3， 对不对？这里是 R3， 啊，加上负一，放到 R3， 了解吗？好，那第三题，请你写一个双引号，把 R6， 啊，把零放到 R6 里面，那所以就这一个 XX 随便，啊，那 R6 到 R7 随便，啊，然后把这个这一个。register 里面的值跟零做 end， 结果放到 R， 但是这一个不能随便，这个一定要找，啊，一直得肯定，这一个是吧？啊，第四题，假设 R 放的是，通通都是一，意思是16个1，那前面写一个双减的，把这一个16个1，把它变成12个1，然后4个0，啊。那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做，啊，你就可以这个是，R5， 所以这边是 R5， 好，然后跟12个1这边，这个5个10000000，你把它删一点乘除，就变成12个1是的，对，然后把它做 end， 结果再把它放到 R5。啊，或者你也可以怎么样用加的，啊，用加的，所以把它把这个全部都是一，把它加多少，加上
的加上一零零零一，所以换句话说，十二个一，然后三个零，再加一个零，就这样子做事。就把它减十五就是，把这个 SSS 把它减十五。好，因为我给的解答是真的，我很直接就给这个解答。但是助教学长在改的都是有同学用的。好，他说你搞不了，我也没有想到这样用这样的。好，那他这个是怎么样？就把 SSS 好，把它减掉 F， 意思就是这样，就 SSS 加上负 F。好，所以有些同学就这样做，你做的就是你现在 F 来，那你把它减 F， 然后按照我们用减，你的结果是不是零？来，但是事实上它是用加的来做，所以要把这个负 F 把它变成负三，那这个负 F 是一，对，然后零三个零。所以把它做 truth complete， 它是一零零，咋子嘞？那所以只要取后面的五个那个片子就好，放到这里面来，放到这里放去。哦，所以这里就是不能是零，这个是一零零的一零零，一零零。那它抓了以后，它会把左边这个一做三个片子，来，啊、哦。所以就变成十二个一，三个零，一个一加起来，结果就变成。好，所以这个不错，对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同学，这样子做，就非常。所以你之前还跟我一样，啊，你做的答案会比我还漂亮。啊，好，再来第五题。假设我们 x 是放在 memory 3006里面，然后我们希望把 x 读到 R4。啊，读到 R 四里面，然后呢，我们希望这个引超点呢是放在3016，所以我们现在放在说这个引超点是在那个3016，那我现在读从3006，把3006里面的资料读进去放在 R 四，好，所以你就要用什么？用这个 LD， 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就是 PC 是3017。所以3017要加上多少才会变成3006？他说你用3006减掉3017，答案就是3006减掉3017，就是0.0，对不对？他说后面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合理的，这样 OK 吗？那结果读进来以后，所以这九个变量就0.0001，那他在做3extension，所以就变成。十二个零，四个一，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把3017，啊，3017，你把它加上 F， 它就会变成3006。它所以你把3006资料装进来，放在哪里？放到 OK 啊，好。第六题，假设我们有一个指令4131，然后呢？当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呢，会把4120放在 PC 里面，但是有一个条件，一定要是1.1，那怎么办？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breaking， 对不对？所以这边是 breaking 上面啊0.0，它0.1。然后当这个成立以后，就是什么 0 就等于零，哎，它才会掉。那就把 413F 加上后面这个东西。好，4130加后面这个东西，然后它就会等于4120，所以换掉你把4120减掉4130，答案就是，他写的是4140，来，好，这是第六，那第七题，假设 R2是放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 R2 好是放五连不连，大家有一个指令出现完以后 R2 就会从 ALAL 这个五连不连，那请问这个指令是什么？那你看这个五连不连就是 ALAL 什么那个就是零变一一个点，对不对？所以你要做大的动作就好。那有些同学跟我讲说，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对，那就是不能让你一下就想到了，你就把它展开一下，这两个是互补，啊，一变零零变，啊，第八题，假设我们有一个指令放在三千零八，然后只要这个指令做完了以后呢 ，R2 的内容会被存到三千零四里面去 ，B 里面去，那请问这个指令是什么？三千零八是什么？那各位就知道这是 ST 的，哎，好，所以就这样，好，不是，好，那第九题，这里说你做什么事，它就是零零零一就是加，然后这个第五个变的是零，第五个变的是四一，对不对？第五个变的是一，那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第 R 五里面的内容，啊，抓出来加一，再放回去 R 五。就是把 R5 里面的加一再放回到 R5， 啊，你写的这样也可以，你用缩了也可以，随便，只要意思是对的。好，好，这第几题？第十题，这里说你做什么？零一零一，所以就是什么？就是哎，对不对？所以你把 R7 跟点点点点说哎，结果再放回到 R7， 那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写，你可以说是 R7 全部把它切成零，啊，都可以。好，第十一题。假设这一双鞋呢是放在五零七一里面，那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那发生了什么？那各位可以看，这个就是 branch， 哎，它一一是强迫的地方跳，啊，它跳去哪里？就跳去五零七 C 加上后面这个，立马加成，哦，这个看到五零七。那既然它跳到五零零一，所以 PC 就会被放掉，对，好，第二题，假如这个指令放在七六七九里面，那这个指令做完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好，好，那所以呢，它就你看这个是不是说也是零零零点，零零零点，对，但是后面这三个都是零，所以代表说不可能。满足，对不对？一是绝对会满足的，就是会跳。前面两个不管你什么都一定不会跳，那时候就只能下一个指令，那时候就七六七六，能明白吗？啊，好，这是一个陷阱啊。好，下面这个指令做什么？啊，那就一点零一是吧？它是把一点零一点零零一点 R 二对，那一点。一连不是 source， 所以把 R6 的内容零变一变零，然后再放回去 R2， 啊，然后就十四。假设我们 A B A B C B C B E F E F 是放在这三个 memory 的位置，然后假设你说你是放在四零一九里面，然后请问你说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 R3 放了什么东西？啊？那各位看这个零零一零是零零一的吗？有 D 有 DI 是不是？所以要做两次啊，先把这个后面这个 PC 加上后面这个，它这个算出来呢是八，这算叫什么？这个不是有 DI 吗？这个是有个 B 而已，这个是这个放在这，哦，这有个 B 而已，所以四零一九加上后面这个东西，它算出来好像是三 M 七八，啊，它算出来三 M 七八，那三 M 七八你把三 M 七八里面的内容抓出来就是，所以 CD CD 放到。第二张 R 三里面，这样 OK 吗？哦，好，再来十五。
假如我们这个四连八这个位置放这个小组，然后当这个指令执行完了以后 ，R 又换了什么东西？好，那这一个一一点，我都忘了一一点是什么，一一点是什么 ？LEA，LEA，LEA， 有个 EA 好，所以你就是把 PC 加上后面这九个bit， 加起来结果放到哪里？放到 R 六。好，它这里有四点一六方的。好，再来十六题。假设这指令是在四 A B 里面，然后四九一八里面放了一二零，一二零里面放了七六五十。你看到我写这么一堆零，知道 L D I 啊，对不对？好，不然干嘛我没事找事干写这么一堆？好，那请问 R 三这指令做完了以后 R 三放，所以呢，这个一零一零是零。啊，所以就把 PC 加上后面这个东西的那个 memory 里面的值抓出来，再把那个值当做 address 再去抓，所以抓出来就是七六五。第一次抓到，算出来是4918。那你把4918里面内容抓出来一一二零，再把一一二零当做位置抓出来就是七六五。好，所以这个两个七六五是放到。这个太明显了，这样子出题不太明显。好，再来 R1 是包含六个零 ，R2 是包含六三四，然后呢，请问你这个位置2362放的是什么？你当下面这个指令做完就行。好，好，所以这个在做零一一是什么 ？STR，STR 是吧？好，所以我们就 STR 就是把这一个。零一零，你说 R2 2345抓住了，啊，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东西，看看它的值是什么，然后把 R1 这个 source，R1 的内容放进去那个位置，啊，那你这个算出来，它的位置就是2365，所以你就是把 R1 里面那个那个放到那个。好，这是八。R2 是放的是 ABCD， 然后呢，下面这个指令做完了以后 ，R2 放的是什么？那一点零一是吧？嗯 ，NOT。啊 ，NOT。NOT。好，所以你就是把 R2 里面的内容把它做上，然后再放到 R1。好，所以就先把 ABCD 画成二进位，然后再把它放到。好，二进位。好，十九。前面写一个小写是把 R2 的结果移到 R6， 他说你是把 R2 加零，这里是 R， 这放到 R6 就是，对不对？啊，对对对。好，最后一个指令，可能大部分人这个指令错，是不是？假如你没有考一百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指令。啊，请问这个指令在做什么？一样吗？这个指令是不是一定会跳？哪一个跳跳到哪里？后面这个解析，对吧？所以这个指令只要放在3000的地方，那我这时候跳到哪里？是不是跳到3001解析？那是不是还是它？所以这个指令就会一直做不完。所以我要 SQL 这边上面播的，这指令就是，本来我这里不知道跳，本来我知道就是说。请你写一个指令的程式，那这个程式永远做不完。本来我就要出家，哦，后来一时糊涂就出的事。好，那你看这样子你就，对，假如我用刚刚那种方式说，你先写一个程式哦，只做一个指令哦，啊，让它永远跑不完。啊，这是其中一个方式。啊，不是说只有这种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啊，这是其中一个。他说：“这指令就这样子，都做完了，又跳回来这里，再做完再跳回来，再做完再跳回来，这样 OK 吗？”好，所以我们就这个哦，十一点哦，你要做这个，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做完这一个其中一件教程，那各位再休息一下，这样好不好？